急促，急促形容事物快速迅猛，节奏迅速。例句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显示他紧张不安的心情。震动，震动表示物体以快速有节奏的方式来回移动或摇晃。例句，音乐的节奏让人不禁跟住手指头震动起来。碎步，碎步形容走路时步伐短促急促。例句，他为了赶时间，快速的碎步走住，看起来匆忙而急迫。舞者，舞者指的是从事舞蹈表演的人，通常具有舞蹈技巧和表演能力。例句，舞台上的舞者优雅地跳着芭蕾舞，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求偶，求偶指的是动物为了繁殖目的而进行的行为。寻找配偶，例句，雄鸟展开华丽的羽毛，进行求偶舞蹈，吸引雌鸟的注意。塑胶，塑胶是一种由合成材料制成的可塑性物质，广泛应用于制造各种物品。例句，这个玩具是用塑胶做成的，轻巧且耐用。凶猛，凶猛形容动物或人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或凶猛的行为。例句，猎豹以其敏捷和凶猛闻名，是最快的陆地动物之一。俯冲，俯冲指的是向下或向前迅速的冲刺或下降。例句，飞机在空中俯冲下降，让人感到一阵惊险刺激。雷池，雷池是指天空中形成的云层内部充满雷电的区域。例句，雷池中闪烁住电光，带来一阵阵震撼的声响。招牌，招牌是用来展示商家或机构的标志或广告，吸引顾客的注意。例句，这家咖啡店的招牌上写着香浓的咖啡特色，引来不少咖啡爱好者。丰满，丰满形容事物充满饱满饱满的样子，充满生机和活力。例句，这个水果市场摆满了各式各样丰满多汁的水果，令人垂涎欲滴。扰人，扰人表示引起不舒服或不安的感觉，使人困扰或打扰。例句，大街上的噪音污染非常严重，嘈杂的声音常常扰人的休息。